有一个人去请教大师，大师啊，我想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。大师说，好啊，那你把你的眼睛闭上。我连忙闭上自己的双眼，我说，黑黑的，没看到什么啊。大师就讲，那就是你的未来。一片黑暗，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一片黑暗。现在目前来讲，一片黑暗，真的。这个跟我们那个新疆的首都一样，乌鲁木齐，台湾话叫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。雾麻麻的一片，这世界啊，看不到光明，所以有人啊，有人白天他点着蜡烛啊，在路上走，那人家问他，大白天你点着蜡烛做什么呢？社会黑暗。